大壮今天去买车去了，刚才给我打电话，然后要了2万块钱。但是他之前说买车是1万块钱，但是现在要了2万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车又变，就是又看到更好的2万块钱的了，还是咋的？但是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，就是那个大众，就是大家平常看的那个叫捷达呀，就是那个车，然后那个好像是年头挺多的，也不太新。反正刚才我瞅那照片倒是挺埋汰的，但是具体什么样不知道。然后他说要钱，我就给他转了2万过去，我也没细问呢。他说着急用，完我也没说问太多，说你咋又买2万块钱的车了？人家不说买1万的了，没敢问。等他回来到时候再说吧。那阵我婆婆还给我打电话了呢，说问我他儿子怎么不接电话呢？说他打了老多个电话了，他儿子也没接。我说你儿子出去办事儿去了。我说你有啥事那你就跟我说呗。他说那个啊，那等他回来，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吧。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想接来的，但是他给我打了3、4个，孩子还搁那睡觉呢。我寻思，那我还是接吧，要不然一直打。然后我婆婆就说让我又让大壮回来给他回电话。大壮估计也快回来了，这都将近一小天了。等一会儿回来问问他什么样到底。小石榴，你在吃什么呀？哎，还没给他晚上，没做晚上饭呢，就在那啃呢，啃这玩具，装完了倒出来，装完了倒出来。啊？一会儿给我染头呗。染呗。我染头那玩意儿还有没有？有吧？好像还有一袋。但是不能，你知道在哪儿啊？那个便宜，这。一洗黑五倍纸，是吧？一蹭就完事儿了。哎，我要问你事儿啊，你那个车不1万块钱，不是1万块钱吗？你怎么要2万呢？还有什么花钱了？1万1，你要2万干什么呀？有备无患嘛，万一有别的额外的支出啥，我兜里现金没有。啊，干啥呢？买妥了。啊？你拽的谁呢？那车挺埋的呀，没给看你那啥吗？我说买那没啥，我给他扔哪？扔那个整备那块儿呢？他必须得那啥，必须得收拾。啊！老埋汰了，外面里面都得收拾。我看你给我发那个照片倒是不太干净，说但明是瞅着里边还行。说明天下午能取完，那谁，发小那啊！啊！说那啥，他说这两天有大清有啥的，我说那个明天下午能取。你说不行，别下午了，不行，明天我自己去整去。啊，那你明天自己整去呗。哎，明天没事，我也给你去呗。你干啥去？我溜达去，我正好要看他家孩子。也行，接着啊，可以。那整的吗？开心了呗，想你了。哎，完了，你儿子现在完了。怎么了？今天你走，这家给他哭的。哭啥呀？你不是你走了没抱他？又尿了，烦人精。我去拿。这儿呢。这你的纸给我自己擦。啊，嗯，因为今天你走了，没带他，完了，你知道他给你比划了个什么手势吗？就你走了之后，他这样，那枪毙我呀！这样，然后他指望他也要出去，还就非得用这个左手比划。然后我说不行啊，妈妈没法自己带你出去啊。后来没办法了，你知道咋整了吗？就是哭，我抱他，给他穿好衣服，完了抱他在楼道里边，我走到3楼，我上来的，我抱不动了。我本来寻思带他上外边走一圈，完再回来，我实在抱不动了。这么点儿就走顺腿啊，走习惯了那谁到了？来，洗干净，洗干净。哎呀，那牌子什么的怎么搞？我不太懂。牌子那玩意儿随时，他说那个你想啥时候去更名、去购物，你随时随地，啊，哪天有事儿，哪天就行。又起梗了。哎呀妈！今天收拾屋子，这给我累的。都走了，你厨房收拾了吗？啊，看这地，我擦没擦锃亮？真亮，嘎嘎亮，干多了。哎，我今天也是个那啥的。他之前不说还有个现代吗？啊。完，我去看去，我这看那样不行啊，那个太破了，掉漆呀，就那个都是锈了，生锈了，后轮眉那块儿都锈的不行了，那块儿。他说你这车反正是，没有事故，没有那种就是。大的大伤没有大伤，一点大伤没有。
这个捷达吧，就是左面翼子板那嘎换过撞过。他说反正这俩你看着，因为这个它便宜啊，年头还行，将就能开着。他说只要是三大件没毛病，能开着。啊，说他那个就是啥，那个就是你得那个得收拾一下，你不没那款就行。那我真是不懂。漏底漆锈了，上锈了。车合适。呀，赵老板也是有车的人了，是吗？回头拉米，争取拉一车拉米，完回头把车先堵上。拉不快问谁买大米吧，没要卖那个我老婆的大米了。这收出来之后不得那啥呀，都吃不消的，妈上他们嘴里抠出来。啊，你手机咋的了？咱们俩回头。那啥呢？妈说她给你打了好多个电话。看了。我本来开始我也不想接了的。啊，完后来你儿子睡觉完了，妈总打，隔几分钟打一次。后来我说妈你干啥呀？孩子睡觉呢。他说那个大壮咋不接电话呢？干啥呢？故意的。我说他出去办事去了。我没敢说你买车的事儿。嗯，搁说呗。那他再问，那明天我得开了。啊，他还问我，完我又不懂，那我不想说那么多话呀。完了我说那个他出去办事去了。我说你有事儿啊？完他说啊，我说那你有事跟我说呗。之后他说那个不说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你回来让那个大壮给我回电话吧。嗯，我说你看你这事儿，你给我发微信说得了吧，特意打电话。啥事儿？弄不到啊。是不是惹着了？那不知道，听那语气是挺欢乐的语气。不能，你看找个智不惹应该挺悲伤的语气。啊，那不真的是欢乐的语气，像你家有喜事儿了似的。家有喜事儿。啊。咋的？你家占地那啥了？要占了，要给钱了？那能这么欢迎吗？那不知道，挺欢乐。那我问问他。那你就给他回一个呗。下去吧，去。下来下来，儿子来。你看呢？哎，你又犯那个，又犯那个馋病了。不能赖啊！你打了吗？咋听不着？气梗那。阿妈。来了。干啥打电话？等那些呀？我今天有一个会晤，我参加一下会议去。哎呀妈呀，还领导啊，参加会议？那你没招，现在咱有这条件了，我马上占地了吗？我寻思我跟他们市里领导啥沟通一下子。可牛了去吧，我们家领地都给你占地吗？嗯。什么？我跟他说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那个，我寻思咋的？我寻思你给我买两个麻将机呗。给买点啥机呀？有吗？麻将机，没吃过麻椒鸡。啥吃的？麻椒鸡有，这玩意有卖的。打麻将的麻将鸡，什么麻椒？打麻将的鸡啊？啊，麻将鸡。那不认识那。我去，你给我买两个，什么哥俩不认识？干啥呀？买那玩意儿？啊？打麻将的机器你不认识？我认识，我说你买那玩意干啥？你可别瞎整啊，这玩意儿犯法，然后给你抓起来枪毙，就地枪毙。有点水子，就你玩那玩意一毛两毛的，你说一天磨手指头输赢能有五块钱，你抽谁水子？你抽2.5块钱一天流水都给你让你抽没了都。抽多少没？这玩意儿你搞这么玩，你想值50块钱？怎么的？要50谁给谁呀？人家那打麻将的人吧，我抽他们空呗，完了一小时50块钱呀。你玩2毛钱麻将，你抽一小时抽人50，你直接抽一血拿去卖得了。这人不让你玩，这人都心地善良的，他都得长命百岁，都得真的。那完，嗯，那。
不你玩那不你玩别玩呗，不你玩，你别寻思这玩意儿不允许，你知道不？法律不允许，抓住你之后就地枪毙，一分钟都不留你。那你玩大的也法律一样，你咱玩小的，这玩意儿就大了，那消磨时间了呗，他能犯法吗？你消磨时间，你就整个破桌子，整个麻将在那搓呗，就搁那块儿。那你买吧，你给我转钱吧，完到时候我给你那啥，我给你买呀，一万多块钱一个吧得。妈呀，还那么贵呢？他们说一个，你才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？给听谁说那玩意儿？你我问妈妈，也说几百块钱，完我心说你可那么给我买两台。那我买不了，几百块钱买不了。你要拿转两万块钱，我就给你买，那玩意儿老贵了，那都里面都是技术，那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，你寻那么简单呢？那你说，完我去哪里？你媳妇儿在家，你说也干不了啥事儿，也干不了，地上也动不了。完了，那你就要么到时候你麻将机买回来，你先不抱孩子回来，抱孩子回来有时候完了麻将那个打麻将人不够手，我要把你凑凑手。寻思吧，你凑手呢？你扯那大呢？哎呀，你心地还挺善良的哈，知道自己家人儿，这是还不抽了。那你说他也干不了啥呀？你说你搁这家是不是还能给我凑个成局？那咋的？那玩牌钱你出啊？他搁哪玩？完赢了算俺们的呗。不是我出，你到时候你就咋的？输了算他的，赢了俺俩完。咋的？咱们再说一遍，咋的？那咋的？俺俩给你打工去了，搁那块儿啊，输了算我自己的，完了赢了还得分几半，该你的。我跟你说，那玩意儿没多大输赢。哎，你可拉，快点去，你该干啥去吧，去。我死热的，我还跟那啥呢，完哄我儿子睡觉呢，你去赶紧的吧。谁呀？你还谁呀？谁有空跟你俩扯那蛋呢？你说这不正事吗？那不跟这个差的。那孩子呢？那孩子你看呢？到时候，那孩子还用看呢？咱说这帮人都这咱们农村老娘们，人家打麻将都抱孩子来，那孩子都不大，给他放炕的，跟他看玩去呗。完他妈搁那打麻将，也离就搁跟前，他也能瞅着。你可拉倒，快点去吧，这是哪凉？少凉快待着，我都热不行了。去吧，你去跟宝，你去那啥，你去整个麻将跟宝宝玩去吧，去吧，拜拜。我跟他，我可闹不了，我热死了。你这一天的脑瓜不知道里面想的啥，我还给他买两台麻将机，还几百块钱儿，还脑瓜挺好使哈。那我还得带孩子打麻将。啊，带孩子不是，你没听说吗？啊，那个打麻将完了，那个你自己玩，输了算我的，啊，赢了分他一半儿。啊，哎呀妈，快来上妈妈这儿来，妈妈就吃点核桃补补脑。哎